OK， 这是一个 XT 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放在长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一号木杆会让我们的学员或我们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感受到它是一个由下往上的一个情况上去碰到这个球，就是避免它会变成一个向下砍击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这个 XT 其实帮助我们在挥杆的时候呢，去感受到杆头是从低处往高处的地方去做一个移动，由下往上去击球，就增加你的挥杆的一个击球角度。